拿红豆和稀饭，然后一头先过去。过去买点豆棒，买点木材。这里嘞，三块十，哎，谢谢哈。没有，多棒多棒，快点，多棒。八个，可以。你的钱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恁些多帮人的。哪些嘛，那个？成了网红了，还有感谢你吗？没有，不用。好，喂，孙叔，你们屋头买皮蛋？这是我买的海椒啊，这是从皮蛋从海椒啊。买点儿蒙参，买点儿海椒，买点儿豆腐。韭菜呀，你咋就买那么多？我原来买菜，他说好多钱就是好多钱。刚刚一称，七块，我什么呢？七块呀、啊，哦，称错了。哎呦，你说。三块钱，如果原来的话都给了哈。哎呦，你这个真的，你把原来找个好多工资。买点茄子。纯加工，二皮蛋到时候海椒出去，让我们也方便也快了，也好吃了，我晓得。好，番茄，那个大蒜第一位，那是标配。糯米蛋呐，这个有点磨着了。冷水冰一下，和那个豆芽一样。你舍得恁个做？来，弄那个放到一下就好的。二嫂说的，把它旋起出来的，太好吃了。我们老年人喽，我们当时是上个月的。多少？这里洗的好了。这里洗的好，喝了水都洗，吃这里都洗干净。你们吃吃什么？哦，来豆吧。可以哈，哦。这儿没有它原来的味道，看没有？可以哈，这个菜其实跟我们完全不一样了。我说不是看到你是我妈妈，看到你手上饭吃我都要吃。招回来呀！我要，是我妈妈要吃。如果是别人的话，我是不要吃。喂。这个菜是你太好了。你也是你看嘛，但是你其实没得很吃的嘛，这个菜有家的味道儿，等于。这要喜欢干菜，一碗稀饭。来就是啊。下饭菜。哎。哦，可以的，可以。好满意哦，今天那些菜。那是不摆道理。坐坐坐。谢谢谢。真的也过来接。你多少晓得点哪个？晓得个烧饼。嗯，老板。嗯。那个烧饼安逸哦，好吃啊。哎，说好安逸啊。鸡嘛。昨天你们来，你不来。哎呦！这是我介绍的，我选择的。嗯，还有狗眼。嗯，好吃。哎，我觉得的。不过很难的哦，你跑得稀稳了。这边在这其实舒服多了。以前就是那些，一点吃也吃饭。老杨，你莫给几块钱了。我就是这个几块钱，把生活费给你。啊，把生活费等于我来来把钱把那买快餐的钱拿去给买菜，买成我来弄给你吃。好了，给我买个电饭锅慢慢弄嘛，简单弄。就是啊，现在在弄，买电饭锅了。是的，是的。我们学慢慢学嘛，一天学个菜。到时候他们说，
不怕烦的时候嘞，跑两趟了，我说话有点怕了喂。买个电饭锅来弄一下。两百平米，你那水就盛的那个二行。煮饭都是那个米和水要倒高很多啊。不是倒不倒一个结果，倒大半截都不得给他。那个酒比多少？哪个那么啰嗦啊？嗯，还是想弄点饭菜给我女朋友吃，还是不要哈。个人收到这儿回来，你收饭收到收得早，收到回来吃，弄点饭就吃个了。嗯。吃的也舒服，你两个人差不多，差不多够了。